让小孩子玩的一个区域哟。是吃樱桃口味的，樱桃我吃不习惯，我最喜欢焦糖的。志宝在吃的是樱桃味。来来来，买好了，我们去旁边坐着享用一下吧。哇，焦糖口味的，热热的。这个还可以直接用杯的。对，烫烫的哟，好好吃哦，幸福的滋味。它爆得很开哦。嗯，好好吃哦。我们要玩的是旋转蜂蜜罐，这个是所有小朋友都可以玩的哟，有点类似咖啡杯跟转圈圈的。小熊维尼历险记，哎，下载一下那个上海迪士尼的 APP 是很方便的哟，都可以知道游戏需要等待的时间，像这个时间就很短了，我们继续玩吧。在白骨森林里，哎，大风天快乐，像是风一样。一天在白骨森林里，接着说，那一天我的可拉公妈去拜访厉害了，她不仅是个练琴高手。效果很好看哦。然后我们跟家人们去黑黑的地方，里面下大雨。黑黑的地方里面下大雨了耶，好有感觉哦，真棒。
够可爱的吧？真好玩哎！小狐狸是吧？哈，小狐狸。好可爱哦！我考虑一下要不要买一个。好可爱哦！要走迷宫喽！爱丽丝的梦游仙境迷宫出发！走的只是过程，现在才开始，我们要走迷宫了，真的，麻来弄，遇到岔路了，往这边走吧，这边感觉比较多人，往人多的地方走。哦，到红星皇后这边了。快上路吧。快点，小爱丽丝，我们要冲出去了，冲出去这个迷宫。用热乎乎的猪肚子来做脚垫儿，买个小点心吃吧。小朋友，小朋友来，好，吃饱。那你给弟弟一张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的，拜拜。好，等一下，你们需要什么看一下啊？好，有蛋挞、沙龙卷，还有限量版的米奇蛋糕。快一块，旁边可以找我一起做。谢谢。好，那就单身看啊。好，行吗？哇，限量的，每日限量的米奇慕斯蛋糕。给我吃这个。好，拜拜。让芝宝先吃吗？好，芝宝去妈妈旁边。好烫烫哦！啊，鼻子被芝宝挖掉了。哇，怎么办？吃吧，吃试试看。好吃吗？味道呢？他说是柠檬味道的。芝宝有酸吗？有茶哦，好冰哦。有茶口味的。柠檬味的啊，真的就是柠檬味。这个是香肠卷，哦，眼睛被我吃掉了。里面有包香肠吗？看不到，看不到。啊？蛋挞吃一口吧。那你再吃一口。哇，耳朵被我抢到了。蛋挞。果然是原汁的蛋挞。啊，这样总价100多人民币耶！哎，吃了台币快500块了。迪士尼真的是天价。知道了，我们就唱。你想不想堆雪人吧？
你想不想对他许愿？大家一起唱。学长，再见再见。好了，拜拜，再见。剧怎么样？很好看啊，《冰雪奇缘》歌舞剧，唱了好几首歌，全场大合唱，还有一些特效，蛮好玩的哦。看到小孩都要睡着了。好了，我们要离开这个梦幻世界喽。谢谢大家收看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是与你分享 SS Family， 下次见喽，拜拜。